来，我们现在测试自动感应，门关下来，自动熄掉，打开，自动亮，关掉，自动熄，打开，自动亮，还可以，也可以用开关切掉，啊，双重感应。全车的照明，人性化的设计，再一次，我切着哦，盖到这里，它熄掉了，熄掉了，打开哦，亮了，OK。